厉害吧？给我！妈，元子，你太棒了！哎，对对对！哇！这个人真的是很有才华呀！哇！请你喝酒，没事你就跟着元末到私房馆来玩，这样。这样，你真不认识啊？这个真好看，声声悦耳，扣人心弦。嘿嘿，钱来，拿着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这你也有点良心。哇，好酒，好酒，好酒。提笔时，你正如你花在雨，你的美不只是我自己。别看我呀，我早就被我们家小咪咪给掏空了。